主办单位特别邀请安康幼儿园的小朋友，用活泼喜气的舞蹈表演为活动来暖场。随后，市长江中渊和与会的贵宾也一起挥毫写春联，喜迎2020金鼠年，并号召乡亲踊跃响应这项捐发票送春联的爱心活动。进入年中啊，我们特别啊，对于我们的社会安养机构啊，聊表我们的一些心意啊，致赠的一些啊慰问金，来感谢他们的付出。另外，在于啊，我们社会关怀上面。夏老师啊的啊这个毛笔字啊啊受到大家很高的认可，每年来这边都被大家索取一空啊。今年我们也同样啊利用啊他的好字，要换取大家的发票。我捐发票做爱心换春联哈，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市长呢，每年都提供我们这样的机会。那有八个字是我最喜欢的，就是。宜室宜居，我们宜兰市是非常适合居住的，平安顺心哈。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感动的一句话哈。所以呀、啊，请大家踊跃的来捐发票，让弱势团体啊，他们能够啊再度过寒冬哈。那捐发票的同时啊，我们感谢我们夏老师哈，他有一手的好书法哈，那写春联来致赠给大家，让大家新年喜气洋洋，新年快乐。过年也要到啊吼，啊，咱逐年即摆拢做，过年年节加菜，大家的独居老人送菜，啊，阮今年也给交通服务，希望今年过好。在这岁末之际，施工所特别到各机构探访，了解是否需要协助，并致赠慰问金，让长者度过一个温馨的好年。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道。